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请各位拿这本大本的这个大本呢，请看第二页。那各位都听过吉天菩萨，然后呢，吉天菩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入菩萨行论》。那各位受了菩萨戒，就是如何走入菩萨的修行。那菩萨的修行最重要的是菩提心啊。那所以我们带各位念一下菩提心的利益。那这一本是印成抄经本，它故意印比较淡，那你除了读，慢慢的一个字一字把它抄一抄，因为抄经是个很大的加持力，可以有无量的福报，消业障，更容易入禅定。特别一个人心乱了，忧郁症了，心自己不容易专心的时候，拿起笔来抄抄心经、普门品，那这任何一部经都可以，那就等于在吃药一样，在打点滴，你会发现你心很容易就被佛法摄受。所以抄经有时候都比读诵经典功德还大啊，因为你读诵经典你可以念得很快，不罗不罗弥陀佛，你没什么思维，但抄经你快不了啊，而且你一个字一个字的会去思维它什么意思。抄经就是在写南无阿弥陀佛，在写嗡嘛呢叭咪吽一样，功德力很大。所以印成这样各位还是要学，因为我发觉很多人虽然好像心不错，但是个性有一点问题啊，太快太慢，太多了，因为他没有实修过抄经，他就慢不起来，思想上有一点太快啊，太快做任何决定啊，或是如何如何就有一点乱。所以佛陀还是要叫我们，所以每一个老法师都会写毛笔，因为这个是一定要锻炼的啊，心性要锻炼啊，特别是抄佛经，他直接可以转化你的心，跟这个佛法相应啊，对抄经的力量。所以第一品菩提菩提心的利益，我们稍微念一段好。那大家念的时候不要念太快，思维里面的意思啊。第一品菩提心利益，暇满人生即难得，既得能办。人生利，倘若今生利未半，后世怎得此圆满？由于乌云暗夜中，刹那闪电即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暂蒙修福意，以是善行恒为弱。现在不要发。罪恶力大极难堪，舍此圆满菩提心，何由愚善能胜彼？佛于多劫生思维，见此决心最饶益，无量众生依于此，顺利能获
最胜乐。欲灭三有百般苦，即除有情众不安。欲享百种快乐者，恒常莫舍菩提心。生死欲系苦有情，若生真实菩提心，即刻得名诸佛子。世间人天因礼敬，犹如最胜野精料。垢身得此将转成无价之宝佛陀身，故应坚持菩提心。众生导师以慧观，彻见彼心极珍贵。诸欲出离三界者，一善坚持菩提心，其余善行如芭蕉，果实生以终枯槁。菩提心树恒生果，非仅不净反增茂。如人虽犯极重罪，然依永世得除畏。若有宿令解脱者，畏罪之人何不依？菩提心如劫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智者弥勒欲善财，决心利益无限量。好，所以吉天菩萨一开始就给我们讲了一个重点，那修行要发心，但是最重要的是菩提心。那有了菩提心才来实践如何圆满菩提心的这些正念，这些六波罗蜜等等。所以在第二页的倒数第二，佛于多劫生思维，见此决心最饶益。所以每一个佛累劫的这样的去思维才了解，发菩提心才是最能够自利利他的。无量众生亦以此顺利能获最胜乐，所以所有众生能够不离开依照菩提心去修行，然后一定能够得到最殊胜的快乐。第三页，欲灭三有百般苦，即除有情众不安。欲享百种快乐者，恒常莫舍菩提心。所以你要消灭三界轮回各种的痛苦，以及要帮助所有有情离苦得乐，消除种种的不安，让所有有情可以得到世间的快乐，出世间的快乐，欲享百种快乐者，那各位就不要离开这个菩提心。因为我们讲话身体行为都是心在引导，所以如果你的内心是安住在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那当然你的行为不但不会伤害到众生，还可以帮助众生。生死欲系苦有情，那我们各位，你只要活在人间就必定要死，所以这个生死这才是一个大监狱，让我们在永远轮回。所以这个生死轮回永远绑着这些受苦的友情，而且死还不容易哦。啊，为什么要安乐死？安乐死是不对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杀。但是之所以世间人会这样，是因为他很苦，怕苦啊，宁可打一针看能不能不要痛苦。但是他不了解，这一针打下去，他的业没消啊，他还要继续承受各种的苦啊。所以而且更苦，如果我们痛两天而往生，因为消业了嘛，自然舍报。但是你不想痛这两天，那你可能还要饿两劫，同样的苦一直在重复受啊。所以在这一点不了解佛法，了解佛法越痛越消业障，业障消完了，反正业的本体也是空性。但是各位一定要去思维这个轮回的痛苦。那如何消除这个轮回痛苦？若生真实菩提心，因为佛法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啊，佛法的目的。那菩提心里面包含悲心，一切
如何帮助众生，那为了帮助众生也要帮助众生的方法，这个叫佛陀的智慧。所以如果了解了这个生死痛苦而发起一个利他的菩提心，马上你就名为法王子，佛陀的儿子。那有菩提心的人，世间人天应礼敬啊。所以我们大乘佛教啊，你要出家一定要先发菩提心，而且确定自己真实有菩提心再出家，才不会走错路啊。不然的话就说出家是一种因缘吧，但是他不见得知道怎么样修行。有些人为人天福报在修行，有些人为解脱修行，有些人为各种，那反而出家以后会有一些困扰啊。但是如果按照菩萨戒，那是一定要是为了发菩提心而出家，出家以后就知道怎么去帮助众生，怎么修忍辱。所以真实升起菩提心，你不用烦恼世间的各种金钱啊，这些天人就会供养你啊，世间的人，天上的护法神就会离境你。犹如最胜野金料，故生得此将转成。所以各位受罗菩萨戒发起菩提心，那就像把一个不好的东西变成最好的啊，把一个烂的铁变成一块黄金，把一个臭石头变成一个钻石啊。所以无价之宝佛陀身呢，那你发起菩提心，你就是未来佛。所以佛经有说啊，一个人发起菩提心，你要当作佛一样来恭敬他，千万不要去伤害他、毁谤他。因为现代人有一点主观啊，我喜欢这个，你不喜欢那个；我喜欢放生，你不喜欢放生；我不喜欢你，所以他去毁谤你。你不知道一个菩萨他会做各种的示现，用各种不一样的方法，随顺因缘去利益众生。我们千万不要去伤害到对方，不然你等于伤害到佛陀啊。所以从一个不圆满、不清净的法器、不清净的身体变成佛陀的身体，你只要坚持菩提心啊。所以众生导师以慧观，彻见彼心极珍贵，诸欲出离三界者，离散坚持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当然包含出离心，因为体悟到众生的苦。其余善行如芭蕉，果实生于中枯槁。所以世间的所有善行就像芭蕉，芭蕉一成熟了，芭蕉一拔起来，那这个树根树叶都烂掉了。但是菩提心不一样，菩提心你一发，菩提心果实供养出去，那非仅不净反增茂啊。所以叫菩提心树恒生果，你越拔那个果实，它长得越多啊。跟世间不一样，也就是说世间的善法有享尽的一天，世间的福报，但是菩提心的资粮是无尽资粮。所以各位，佛陀希望我们多施食，因为你不施食物给这些鬼道吃，比较接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你无所求，你也不想看到他啊，你也不会说鬼来跟你谢谢啊，你只是想要帮助他啊，知道这些鬼道的可怜，知道这些动物没人喂他吃东西，所以你希望他过得快乐。那我们又回向愿因此功德普及一切，那就是一种菩提心啊。那这种资粮无量无边，没办法比喻。再来，如人虽犯极重罪，然依永世得处位，若有速令解脱者，畏罪之人何不依？所以这个人造了很多恶业，你只要发起一个，所以所谓菩提心叫觉悟永世啊，他要征服自己的累劫的自私贪嗔痴，他要救度所有众生的苦。所以你一发菩提心，不管你过去造了多大的恶业，你马上就消恶业啊，所以而且不用被杀了。所以畏罪之人何不依呢？如果你怕痛苦、怕轮回、怕下地狱，你怎么不赶快发起真实的菩提心呢？所以菩提心如劫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所以菩提心这个火可以把累劫累世的这个恶业啊都消除掉。所以智者弥勒欲善财，所以弥勒菩萨告诉善财童子啊，菩提心的利益无量无边。那我想各位呢，你有空啊，就边读边抄写边思维，那很多善知识都有讲了这个路菩萨行。那路菩萨行可以说是
应该藏传佛教推得很好，但是事实上吉天菩萨不是属于藏传佛教或汉传佛教，他就是一位像玄奘法师一样的祖师这样而已的啊，所以只是因为在藏传佛教对他比较尊敬。那事实上吉天菩萨把所有的大乘的三藏经典都全部读诵实践，而且收集了一本大乘宝要义，所有大乘的经典各位在看的精髓他把它集成一本啊，反而那一本呢没有很多人在看，这一次没有送在里面，但是我们都有印，那这一本你要拿来看，看了以后你就知道哦，至少所有显教的这些经典的精髓他都帮我们收集好，那你再进一步去看整部经。所以也因为这个吉天菩萨他是佛菩萨的化身实修，所以他就写了这个论，但是当然有些人看完这个论就觉得哇这个已经太好了啊，太好了。所以各位请翻到51页回向品，那你看吉天菩萨的这种悲心，回向不是光一种自私的，因此功德普及一切，然后呢他能够融入于那这个回向，各位可以任何时间，哪怕你去做一个放生啊、点灯啊、供养，那你就按照这样去回向，因为这个回向不离大悲心的啊，这才是一种菩提心的回向。所以前面倒数帝王照此入行论，你可以说今天做功德点灯也好，所生诸福善，你把这个回向文把它抄成小章了，或是我们以前有一小的，然后可以带在身上，然后呢每天念一遍，这样去融入于众生啊，融入于把我们的菩提心所做的任何不是一滴水都是超过供养百千万亿佛的功德啊，因为用菩提心所做的一切功德就超越一切，然后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所以我们念一下照此入行论，给它改成愿以此功德，好不好？我们也把这几天所修的功德这样做回向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下午就有一个大家互相检讨开会一下，或是各位讲讲话，晚上他们有一个什么速考啊。那很多人说师父我过午不食不要考啊，那随缘吧，因为大乘的我是希望各位从初一开始各位守一个大乘的八关斋戒，好不好啊？你还是要陪你家人吃饭嘛，对不对？中午又不在一起，晚上又不吃饭，你翻脸了，这个就不叫大乘。大乘是配合对方啊。如果说你家里晚上不吃，那你当然不要吃。你家里晚上都吃饭，你这个老婆还不陪全家吃饭啊？那你这样就不懂得善巧方便，了解吗？啊，你一个人你可以吃五，而且像我。我很喜欢吃物的，但是我如果不吃，我看我全部人他们都不好意思吃啊，我勉强陪着大家吃啊，事实上也蛮好吃的，是吧？那就是因为嘛，但是你要陪人家啊，大家欢喜，因为利益众生比较重要了，对不对？那个晚上当作药啊，我为众生吃饭，吃完饭以后我去做烟供，我去助念，我去放生，对不对？啊。这样你才可以融入在一起，所以解脱道当然要持这个戒，包括日中一生。菩萨道是为了利益众生，接触众生，所以你要随顺因缘啊。所以晚上要不要吃啊？不是我说的哦，但是这叫菩萨，菩萨就吃就吃，所以这个叫三昧耶戒。三昧耶戒说，上师传完以后，嘣，给你一块肉，哈，什么肉？吃不吃？哦，不能吃，破三昧业界。意思是说，你守了三昧业界，为了度众生，你要叫你做什么，只要是利他人就要做。这样，我现在都懂了。我口袋放一个豆干，咚，化解就好了。对，上次还看到我吃的，我在吃豆干，我没有吃那个肉，那个肉等下放口袋埋掉，是吧？善巧方便，但是，所以我就认为你自己决定。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晚上不能过午不食，所以我就不要守八关斋戒，借口是吧？啊，大
大乘的八关斋戒是我保持，尤其是菩提心的八关斋戒是配合对方。晚上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对不对？一顿20磅的是吧？哇，谁都跟你去吃啊，20磅还便宜呢。对，他肉也不吃了，听说免费的。那你不这样，他怎么会呢？所以这世间人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你可以晚上吃少一点，对不对？喝个汤就算了。那如果陪家人，你太太煮的这么丰富，对不起，阿弥陀佛，过不食。你太太真痛苦了啊！所以各位要看情况，佛法在心里，对不对？外向随顺众生，内心保持精进啊。所以菩萨就是凡夫说要脱离轮回，菩萨说轮回是我的乐园呢，对不对？没有去参加轮回，你怎么度众生呢？所以我们明天完了，我带各位去玩，好不好？有这个意思吗？去玩，还有带你去浑木玩，多好玩，对不对？利用这个好吃的好睡的做善事，这个叫菩萨道。但别人都批评我们，海涛法师呢，出家还在做生意，冤枉啊！他说我不会讲，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流动道场，对不对？广度众生，别人他不了解，不了解没关系，我有时候他讲说，我就跟免费招待你。以前有个法师骂我，我有一次免费招待他，他回来以后不错，下回记得找我。勾大气，下回你自己出钱了。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玩，我们就去朝圣，对不对？去亲近众生，有缘众生，这个意思吧。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回向很快的念完，叫做无共了。来，51页倒数第二念，愿以此功德，大家所有的功德融入这个回向。来，愿以此功德所生诸福善，回愿诸众生悉入菩萨行，周遍诸方所，身心病苦者，愿彼因无福得乐如大海，愿彼尽轮回终不时安乐，愿彼皆获得菩萨相续乐，愿主世间界所有诸地狱，彼中众有情悉获极乐席，愿彼寒欲暖，亦愿菩萨云飘降无边水，清凉炙热苦，愿彼建业林西城美乐园，铁刺树枝干贤长如一枝，愿欲成乐园是以欧而宴，月阴美飞禽芬芳大莲池，愿威成宝具烧铁成金地，不为众河山成佛无量功，岩浆石兵器西城散花雨，刀兵相砍杀化为护头花，陷溺似火燃无极大河中，皮肉融石尽骨露水鲜白，愿彼因无福得获妙色身，咸玉天池中天女共悠游。好，停一下，像我们第三行啊，就可以表达我们后面的世界啊，愿地狱都变成乐园，里面有海鸥啊，有鹅啊，有燕子啊，而且他们的叫声多好听啊，月音美飞群哦，飞来飞去，芬芳大莲池，我们后面这个是不是芬芳大莲池啊？就是如此。那你要不断的这样祈愿，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位新出家菩萨叫什么法号？想来想去就取名叫湛池，这个莲池的池啊，如果你要定好听的法号，赶快啊，先给你用，以后就像定你的那古塔一样保留，
对不对？哎，师父，我要一个赞，亏亏亏，对不对？我好好的替你找一个，希望，但是取这个名字就是说，哦，希望化把这些火焰化莲池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转化一切的意思。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如果你已经发愿要出家了，那就先给你法号，希望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到死了还没用到啊。啊，所以你没关系，你要发愿，我死了给我剃光头，那可以了，照用。啊，所以因为这个你，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法号的意义，这样也。所以我认为取法号啊，就要去思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方法，因为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法啊。所以我想各位呢，地狱都变成莲花池，火烧的地方痛苦，你要一直这样祈愿，一直祈愿。啊，而且这里面有一句话，在那一次，愿彼因无福，所以所有众生靠着我们广修功德、广修福报，啊，我们的福报是要布施给众生，希望他脱离病苦、脱离各种的灾难、脱离各种的逆境，所以愿他。每个女孩子都希望长得漂亮，每个男生都希望健康发财，每一个老人都希望手脚伶俐。那你要不断修福报，看到老人啊，愿他手脚伶俐，愿他事业发达啊，愿他外表庄严，愿儿女呢，你要一直发愿啊。你只要看到一个人，你就要发愿在他身上，你千万不要脱离这个。就像这些海鸥、天鹅、这些燕子，愿他们永远就像有我们这种人在照顾他们，好不好啊？啊，没有人会射杀他们，永远在对他来哦，来哦，不要跑哦，我有面包哦，啊，就希望对他们好。那各位，你只要看到每个人、每一个因缘，看到一部电视在演什么，你都要祈愿，你不要落入那个分别的境界。他们在批评，他们在这，你要转成愿这个痛苦赶快消除掉。就像各位，你看荧幕那只牛在被杀，那你就观想所有的牛愿我的福报，而且我发愿替你们念七部地藏经，愿所有被杀的牛得到离苦，未被杀的牛离开恐怖，乃至正在被杀的当下就忘了痛苦。就像昨天有一些他结巴，师父怎么烫都不痛，这样啊，个人因缘，有些痛到哭，有些不痛啊。但是我认为痛的比较好，你才会记得，哎呦，受菩萨戒啊，对不对？你要不痛，早就忘了菩提心了。啊，菩提心就是要一直体悟到众生的痛，一定要我用菩提心来修福报，来念经，来点灯，愿彼因无福，啊，能够向好庄严，得获妙色身，咸玉天池中，天女共悠游，快不快乐啊？天女共悠游，这个游也不错，有没有人要叫战游的？对不对？啊，让别人都很快乐啊，这个游就是自在的意思。快乐的意思。好，赶快念完。来，第七行，云何狱中准，足就顿生惧，谁有此妙力，除暗生欢喜，思以望空寂，喜见金刚手，愿以此心喜，远醉随觅机，愿遇有情见，香水伴花雨，自天逊飘降，熄灭至欲火，安乐亦喜足，心思何因缘，思时望空寂，喜见圣观音，愿遇众有情，欢呼见文殊，有朋速来辞，无上有文殊，无际光灿灿，以生菩提心，力能灭诸苦，引乐护众生，令为尽消除，谁愿舍彼去，彼居乐义宫，天女齐歌颂，着冠百天神，其礼莲足前，花语临祭顶，悲泪润慈目，复愿遇有情，以无善根力，悉见。